阿爸，忝啊，伊讲伊先休困。好啦，就互伊困啦。无论如何，多谢你来看阮阿爸。免遮尔客气啦。敢安怎讲，过去拢是家伙仔，啊来看是大，这嘛是应该啦。欸，啊对啦，啊我也毋知我安尼讲敢有这需要。假使讲伫咧未来，若是有任何需要斗相共的所在，你著直接甲我开喙啦，我一定马上挂过来。 多谢你的心意，啊，不过唔免啦。有啥物代志吼，阮会家己解决。阮嘛无道理互你斗相共啊。我知，我讲我要斗相共哦，你一定有压力啊，尤其是我这个情感的身份啊。啊，不过我安尼讲吼，就是代表讲阿爸以前是我的丈人吧，我是会惊死，我甲伊是有情分的，所以你莫遮尔着急甲拒绝啦。我知啦。 所以，我嘛无拍算要主动你甲阮厝内底人联络啊。我知影，你甲李总哦，嘛要结婚啊啦。我对恁只有祝福，袂搁伫咧中大咧想空想胖，要甲恁破坏啦。我甲你挂保证。啊，唔多，感谢你。<笑> 真有心情呢，这个时阵你阁会当看册，你嘛来甲我斗相共一下。本来我就是负责同齐，而且你嘛知影，我今年要读硕士学位，所以要好好把握时间。哦，奇怪呢。 一个人伫厝内住遐久，哪会拢无啥物物件啊？安尼就代表伊搁较有问题。哎呀，真赞！哎呦，阿母啊，饭也袂走去啊，食较慢的啦。 我都不都想要啦，好啦好啦，我食较慢的啦。想讲哦，咱一家伙啊，嘛就安尼有机会同齐食饭嘞吼，较见面，大家来坐坐伙食饭，啊无，咱来讲一寡心内事啦。吼，你今晚，啊你甲你总啊最近咱怎哈？啊是当时双方是大人准备见面啦。文雄啊。 啊！你最近是有较好无啦？哦，我有看医生，互我迄手册哦，迄顶边有写，讲哦，失智症的人后摆哦，伊的什么代志拢会袂记得了了，连家己的生活嘛无法度家己打理。唉，迄毋知要安怎啦，讲煞落去哦，连家己食饭嘛无法度倒爱别人吃啦，啊要放尿家己嘛毋知影通去放到厝内裤底啦。阿母啊，人咧食饭，你敢会当莫讲这啊？ 我都看咱手册，我看无，我会惊，我烦恼讲我家己无做着，通啊照顾伊啊。无啊，多多学啊，啊无你要安怎？要甲阿爸打电话管咯。我就惊我家己分骹分手，啊学啊学袂下。啊，我才去想着啦。啊，顶摆文雄讲要甲我离婚的代志，敢阁有准算啊？阿母啊，你即摆是安怎？你伫咧这个时阵想要甲阿爸离婚？ 无啦，毋是啦，因为我看伊本手册顶边有写呢，伊写讲哦，若照顾失智症的人哦，咩也家己会着精神病呢，我惊我家己变安尼哦。就算讲是安尼，迄嘛是应该啊。啊，你毋是讲你要甲阿爸哥哥伫一世人？啊，即摆是安怎？阿爸一破病，你着歪治伊啊，要甲伊离婚，你袂感觉受超过啊？
好啦好啦，啊，我只不过是问看卖尔，你莫遐生气啦，无你当作我无讲啦。什么好出问看卖尔？你刚才有这想法都已经足超过啊！你才把阿爸的祖厝甲财产拢败了了，你欠阿爸的吼是做牛做马拢还袂了啦，你搁想要甲伊离婚哦、喔？这足含的呢。无啦无啦，啊好啦，来刷刷刷刷去刷刷去啦。啊无，我倒来房间食啦吼，莫甲你两条了。我哪有这种老母啦？好啦，伊啦，出来出来，莫生气啦。我早就知影哦，伊安尼啊。免去啊，紧吃饭啦，哈！气死！我哪有这种阿母啊？明明你莫这么生气啦！我本来就是讲哦，阿母干的是小摊啦，做代志佫无用脑。无咯，伊若是用脑，会更较害啦。伊吼讲伊投资是为着厝内底的人啦，是为着阿爸后半世人啦，是伊用心计较啦。结果咧，阿爸即马失智啦，啊，佫啥物拢无啊，伊都佫要离婚啦，这有做用心计较哦、喔？阿母即届吼确实是有超过啦，啊，不过你这么生气嘛，无法度解决代志啊。这啦，有话好好讲。啊、你会当这么冷静哦，是因为今仔日代志，不是发生在阿妈身躯顶啦。若是失智的是阿妈，你要信，伊哦一定会马上讲哦，伊要断绝我囝关系啦。真正是自私自利，无情无义，以上。别紧，你敢知阿母上惊啥？当然是上惊散食，还佫有无钱啊。那安尼对付离婚阿母，就要用伊的土。来告伊个病，伊个意思是讲，伊安怎对付咱，咱就安怎对付伊。阿妈，就是因为安尼吼，才要请你回去作证啊。安尼离婚阿母就唔敢有啥物出头。啊，其他的部分吼，就交予我志成甲美金。啊，老人伊这边，我嘛会甲护士丢讲，你今仔要外宿。嗯，安尼真好啊。好，啊恁安尼哦，足牛的呢，佮有法度安尼想出这种方法哦，要来对付迄个人。嘿，阿妈一定爱转去的喏。吼、我绝对要亲目睭吼，看丽芬受到教训吼，迄种型的啦。啊，伊若真正吼不想改心吼，无要紧。看你要哪样处理，吼，若要甲赶出去，嘛会用的啦，哈。我已经掌握着离婚阿母的弱点嘛，我想吼，这届一定会当成功。嗯，成功。成功。